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予阮伫生命内面经历，毋管阮拄到偌大的经历，最后阮知上帝伫你的好旨意的内面，阮拢要得到利益。主，阮知你疼阮，所以阮也着疼上帝，阮也着疼身躯边的人。愿主的神搁一摆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予阮听主的话，会当明白。我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三月份有一本册，伊的名叫做《会当侵犯的尊严》。这个作者是一个律师，伊家己本身嘛是一个作家。伊对伫伊家己徛伫律法的角度来咧看世间的做一项代志。因为在德国的内面有头一条，因的基本法安尼讲，讲人的尊严是不可侵犯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。我想，这个嘛是咱大家人伫咱的生活内面，逐日拢用尊严来咧过生活，咱无用阮别人来侵犯着咱的尊严。我想，这人大家人拢有基本的认识，总是随想，咱也倒转来想。人敢真正逐日拢活伫尊严的内面？伫咱一日的中间，你若好好孝顺，检查你会当算出真多，你已经受到人侵犯，也是无受到人的尊重。别人咧决定一项代志，无尊重你的意见，就已经做决定的这些事，不断出现伫咱的生活的内面。譬如讲，伫十几年前开始，咱的台湾。有咧讲，咱大人出外骑车都爱戴安全帽。我想对真侪惊热的人来讲，包括我，之前阮是足无爱戴安全帽，因为真热。对姊妹来讲，搁较无欢喜。逐摆去做头毛，定甲足水的，出来骑倒摆，伊都爱搁戴安全帽，安尼要安怎才好？的确，真侪姊妹拢会问讲，这条路法到底是啥物人定的啦？他会定这种路法，予我真无方便，予我出入内外感觉袂当保持了水水。我化妆化到遮尼水，竟然爱戴安全帽拢甲砍条条，别人要太看会着。到底是因为人的安全，为着人的尊严来设定这个路法，还是随上伫真侪路法的内面，因为人无遵守？人已经失去迄款的尊严，所以就需要定一条路法来帮助你，互你伫生活内面会当活出迄个真正的公平甲尊严出来。伫咱对顶礼拜，因为顶礼拜毋是牧师讲道，总是牧师有完有准备。伫即个内面咧讲到，咱看见英国的医生，伊侵犯着伊的兄哥。得到老爸原本爱甲伊个兄哥做大囝的祝福，伊家夺取，上面伊予伊个兄哥无活着，活伫尊严的内面，像是伊欺骗伊个老爸，伊个老爸伫年老目睭无清楚的中间，予伊个囝骗去，伊个尊严也失去。后来英国出外，为着要娶拉杰，予伊个母舅。予伊个丈人家欺骗两摆，我想英国伫即个时阵会当经验到予人欺骗，无迄款尊严存在的迄种个感觉。但伫即个内面，后来英国伊虽然欺骗，伊有予伊个囝骗啊无？后来伊个囝甲伊所听个约瑟家买去，本来要甲害死，后来家买去，后来因家伊个老爸讲，你个囝约瑟。已经死了。伊个老爸为着这个代志，啼哭偌久。那是咱做事大人的人，那是咱的囝，出去忽然间讲过身去啊！我想真侪人，逐日流目屎咧过日，想念伊个囝，伊所疼的囝。但英国伫这个内面，伊去经验着济济，伊过去，伊所袂当体验，去侵犯着别人，别人所爱承受迄种的苦痛。但约瑟伫无辜的内面，予伊兄哥卖去到埃及的所在，
经历这么长的时间在那里打拼，在那里每次要面对让人关落架，甚至让人斩头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若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我们的确怨叹上帝，我们的确怨叹是大人为什么要交代他拿那些食物给他的兄弟，他可以怨叹他的兄弟为什么把他买去，他有太多可以说。后来换他的兄弟为着要去到埃及吃美牛，在那个中间他要甘愿降服，在无民主的里面，在那个宰相对他的要求的里面，他甘愿，我做你的奴仆，为着要一顿饱吃美牛，他甘愿降服，他敢有尊严？所以在这个整个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会看见，我们每个人每日都为着尊严在生活，总是却每日都活在无尊严的里面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最近有人投诉银行，投诉媒体说因寄钱寄在银行，结果要去领钱，说钱无去，结果说给经理把因私底下给领去，这些人因在不知里面钱无去，这些不知讨的回来也没。第二个新闻，16岁17岁的囡仔杀死他的老母。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大人一定跟我的感受一样，这是恶极的孩子，这是一个坏教育的孩子，这个应该就好死。总是我们大人都知道我们的律法，在还没成年18岁的进程，我们大人都在想说这个孩子关20天就出来了，可能如果表现比较好，加息了没多久就出来了。我们的律法定为了要让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机会，让他们有尊严，总是老母的尊严，这个活命的尊严，什么人要替他讨？我们大家人都为着这些律法的问题一直在这讨论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最近我们的台湾有派我们的官员去参与 WHA 的这些会议，倒回来台湾在讨论，你太没说台湾的名，你是怎用中华台北？你太无用中华民国的名。大家人在讨论为着国家的尊严的存在，大家人拢在讨论，大家人拢知影这个重要，总是实际上会当安尼做也无，咱拢在承受迄种的艰难。在信仰的内面，牧师嘛要问恁：恁在信仰的内面，恁有活出尊严也无？还是恁常常讲上帝啊？你的安排太遐尼糟蹋人，让我安尼活了真困难。为什么上帝讲你这是你的旨意？你让我活了实在是真苦痛。我爱活在见证上帝内面，你却爱我伫人的中间受累吗？受困着，常常爱予人批评，讲基督徒都安怎样？所以咱常常为着这个代志要甲上帝讲啊，讲上帝啊，我们到底在你的疼痛的里面要安怎样活出这些尊严？我们的角色有当时是爱我们自己做主，不爱让上帝做主。总是圣经跟我们说，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在敬拜上帝的人，我们是上帝的主人。那这样我们在这个角色的里面，我们就真正活出这个要紧的尊严，不是我们跟上帝说换我来做主，换你做奴仆，这样才叫做尊严。在今天这个圣经里面，在第42章开始跟我们说一个要紧的过程，约瑟的兄哥去到在埃及买嗲美娘的时，约瑟认得出那是他的兄哥，所以他就故意用一些话，用一些事情来挑战他的兄哥。结果他的兄哥安怎样把这个宰相把约瑟引，我们看42章的第11节31节连续有说，这个兄哥把约瑟说，说我是老实人，我是老实的人，所以我不跟你骗，我是老实的人。亲爱的姊妹，当他们说这些话时，不知约瑟这个兄哥他自己感觉面不知道一阵烧一阵红也未，因是欺骗老爸的人，
因是欺负小弟的人，结果在人的面前，因讲阮是老实人，敢有老实？无影有老实。因去钓美娘，因为因唔知影，这个想咧做宰相迄个人，就是因过去所卖的小弟约瑟，总是爱阁顺老爸的意思，爱去钓美娘，为着维持家庭的霸主，所以因就爱去钓美娘。到伫埃及的时，约瑟为着要知影厝内人老爸还阁健在无，迄、那个细汉的小弟还有伫咧无，因就故意挑难因。呾阁讲一摆，因的兄哥甲约瑟讲：“阮是老实人。”这个原文叫做 “can him”。即句话等一下会阁发生。伫遮这个字是真要紧的一个字。因讲，阮是老实人，实实在在，真正是安尼。总是咱台湾有一句最近真要紧的一句话，叫做“打脸自己”啊，哈。家己讲的话，家己先嘴皮。咱早前的话是讲哦，家己摕砖仔头，家己钉家己的脚石板，有无？讲你家己做的，甲你讲的完全无相像。你讲的，甲你做的完全倒变。所以这叫做打脸自己。但在这个所在，咱来看约瑟对因的回应，讲恁要安怎样，互阮知影讲恁是诚实的人？要安怎样证明？在42章15节16节遐讲，试验恁的服饰，讲亲像咧试验金仔同款，讲迄个质有真正纯也无？恁着证明恁的话，知恁诚实也无？约瑟讲，恁爱有凭据，恁爱有证明。这个证明甲凭据，伊个原文另外出现一字叫做阿门，就是咱逐摆咧祈祷的时候回应讲阿门。这个阿门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、真正上帝，阮的祈祷是出自阮的诚心，是你，是阿门，是实实在在的。当伫这个所在，我伫想，这个兄哥当面对伊的小弟，当然伊唔在时，后来。因家己真正苦叹，因家己安尼讲，因家己兄弟安尼讲，咱对伫咱的小弟实在有罪。伊哀求咱的时，咱看见伊心内的艰苦，也毋肯听伊，所以这场的苦难到伫咱。安尼意思就讲，这些兄弟伫这个时阵，因有反悔无？因反悔。人伫什么时阵才会讲真实的话？人敢逐摆拢爱到伫面对死亡的时，面对最大的苦的时，才会讲出伊诚实的话。牧师前一摆伫探访的中间，捌听见有人甲牧师讲：“讲牧师，我今仔日会拄到安尼吼，的确我有犯罪。”我讲袂呢，我看你真好啊。伊讲牧师，你唔知我对少年的时吼都安怎啦？都安尼啦，都做迄啦，都做这啦。我讲好安尼哦，啊感谢主！伫这个时阵，你还阁会认罪？有当时咱会想讲，你太袂较早认嘞。你若是伫少年迄时阵就认啊吼，你都袂导致到今仔日身躯损害、心神软弱，敢毋是？什么人要到什么时阵才要真正讲，咱实在有罪，咱实在是歹款待咱的兄弟？实在是歹款待伊，所以今仔日这场的苦难到伫咱。有一个兄哥安尼讲，刘斌，伊讲我兼毋是对恁讲，毋通害迄个囡仔来处罪，独独恁毋听。刘斌伫这个时阵想要讲，我甲恁无关系，迄是恁做的哦，我有甲恁苛刻，毋通哦。总是刘斌尾仔迄句话是讲，所以老伊的悔的罪对咱才会讨。对咱遮会讨，安尼意思是啥物？刘斌无讲这项代志，我全无关系。伊讲我嘛爱承受，因为我之前有讲，总是我无坚持。我有讲，我无坚持。咱真侪人是安尼，我有讲，你无爱坚持，你无坚持到尾，把这个好事甲成，煞反倒转互歹看赢去。所以咱逐个人拢爱承受这种罪。当咱的教会毋茫行往一条较好的道路的时，咱要坚持。咱若无坚持，到有一日，咱爱承受遐唔对、甲罪恶的时，
什么人要承受？咱大家人拢爱承受，因为伫历史的这个抗战，咱拢共同担这个责任，咱拢共同担这个要紧的历史责任。有时咱来讲，太吃歹运，风水轮流转，运气轮流转。伫这个所在，实际上真侪人会安尼想。但当因果不其然，后来这些兄弟在约瑟的交代里面，一定要把那个细汉的小弟给他带来见面，他才要给他们订米娘。当然，他们的老爸雅各真不欢喜，也真怨叹，跟他们这样讲，说你们为什么要把那个宰相说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小孩，还有一个细汉的小弟，你们太要诚实说了。哦，这句话安尼表示什么？雅各骗人，啊，让伊的囝儿骗一世人。到这个时阵，为着伊的细囝的事，伊安怎讲？讲恁太歹甲骗啦！这真艰难吼。那徛伫家己的利益的时，不得不骗的心讲，啊，恁太要讲实在话啦，恁唔着该欺骗。这叫做人生啊！咱敢是要爱人诚实？总是有时咱搁教人都爱讲白话，结果后来有一句话，雅各伊最后无法度，因为伊知影这是一定爱行的道路，所以后来伫创世纪四十三章的十一节伊讲，那是安尼，恁就着安尼做。那是安尼，这个原文是啥物？原文就是讲，那是肯定，就是唐老伯叔讲的，迄、那个老实。讲若真正到尾都爱安尼老实哦，好啦。在遐个约瑟的兄哥伫进前讲，阮是老实人，就是迄个肯，阮是迄个老实的人。伫这个所在，雅各讲果不其然，讲真正都爱安尼诚实哦，好啦，囡仔带去啦。唔忙讲吼，这个囝会通阁倒转来。全家伫这个时阵爱面对一个真要紧的事，叫做。真实，这个嘛是伫咱的生命内面，上帝通过真一项代志要甲咱讲，你有面对你的生命的真实了无？若无，上帝的确有管教，有一日爱咱大家人拢去面对咱家己心内迄个实实在在的真实，咱才会通真做上帝重用的萝卜。头前听起来那亲像拢是人的意思，人的意思。总是随上人的意思，拢出自家己的利益在思考代志。上帝有上帝的意思，上帝在这个中间，伊有伊的管教。后来，咱要讲的上帝的意思安怎样来传达？到五十章的时，讲到两个人的死，头一个就是雅各的死。雅各的死，约瑟的兄哥惊伊的。小弟约瑟会甲因报完仇，所以就交代人去甲约瑟讲，讲老爸交代，承认，讲因承认因家的所歹款待伊的所犯的罪，所以讲老爸有吩咐，讲你都爱赦免你的兄弟。我唔知影这句话是到底真也假的，恁想是真也假的？敢真正老爸讲的，还是遐兄弟讲哦？老爸已经死啊吼，老爸有交代，安尼讲，讲你唔通。害我老爸有交代。那在这个里面，我在想，这些兄弟到落尾，因有真正拍败在约瑟的面前，都啊亲像前吼做梦看见安尼，迄、那个稻穗，也是讲迄个星来拜这个小弟同款。重新因拍败在约瑟的面前，总是约瑟伫只讲一句要紧的话，约瑟安尼讲，甲伊兄哥讲。唔免惊，老爸已经无伫咧啊！小弟约瑟家言下佫讲唔免惊，我兼替上帝嘛。即款的话，人敢讲会出来？那是你拄着你的话，敢讲会出来？你的兄弟害你一世人，你即句话敢讲会出来？真困难。有真侪人讲祈祷，讲上帝啊！我知影，就下面总是咱困难，若有机会，上帝你家管教一下。上帝啊，你管教就好，卖我。上帝，你去做。咱有当时会安尼，未免伫咱的心内有苦痛，所以咱会代替上帝，想要
甲执法。总是约瑟底下讲，前恁的意思是歹，总是上帝的意思是好，要保全侪侪人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。奈有这种人，奈有这种信仰的人，会当做到安尼，讲加一个歹的事，改改说变成最好的，这是咱逐日都爱学习的机会。咱常常讲报仇三冬未煞，卖互我拄着，大人烧断会着，这是咱逐日常常在流的话，咱珍惜。总是咱伫信仰的内面遐尼久长，咱伫社会遐尼久长的挑战甲关卡过，咱的年纪渐渐大了后，咱有愈来愈开阔的心，通赦免别人也无。我想这是牧师的功课，嘛是咱正大家的功课。这是雅各书一个真水的见证，要促进伊厝内的囡仔，大家人伫上帝面前会当协和。第二个就是约瑟的死。约瑟的名，咱拢知影伊的名叫做上帝加伊加天。咱若以后甲囝号名，特别这个时代人最爱甲囝号名，号英文名，甲伊号做约瑟，有无？号做约瑟。约瑟叫做上帝加伊加天，总是上帝无讲加天什么呢？上帝是要加天伊福气，也是要加天伊苦难？安尼，咱名阁袂当甲合作讲吼，哦，约瑟福气，但约瑟福气袂当加遐侪名，咱干来当讲上帝加天啊，听，叫做但约瑟、潘约瑟，总是伫这个内面，上帝加天伫约瑟的生命内面有真侪苦难，总是这个苦难却加天伊后来伊的生命内面有伊的宽度，有伊的跨度。让他的生命里面有真深的深度，让他面对一个苦难的事情，他后来可以看最好的。这若不是在生命里面有真深的历练的人，无法度加添这种智慧。所以上帝加添他苦难，就加添他信仰的困难。当然后来上帝也加添他真多的福气，算都算不了。约瑟后来可以用德来报怨，以德来报怨，伊甲伊兄哥安慰安尼讲：，讲今日毋免惊，我要养饲恁甲恁的囝儿，中文阁包括妇人人。讲毋免惊，我要饲恁，互恁的妇人人甲恁的囝儿拢会通得到我。兄哥本来是害伊死的，结果伊倒转来甲因讲：，我今日要互恁甲恁的妇人人甲恁的囝拢会我。这若不是水的信用，这款的话讲不出来。结果最后，在伊要死的进程，伊对伊的兄哥讲：“我读到这个时，心内足艰苦的。讲这款的好人，太比恁兄哥较早死。恁有读到安尼无？恁咧读的是讲，应该读这兄哥先死吼，上帝才先带转去。这个约瑟有这么水的信用，够可以加我点啊久，敢是？”总是伫只竟然讲约瑟比因兄哥大先死，所以甲因兄哥交代，甲因兄哥讲，甲因兄哥祝福。伫只讲，讲我要死啦！总是上帝的确看顾恁，带恁对即所在上去，到伊就抓应允予阿伯拉罕以上雅各的地。甲因兄哥祝福，佮讲上帝要看顾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的看顾。原文足水个，讲上帝要访问你，上帝会常常看顾恁去甲你访问，上帝会甲恁派定，上帝会甲恁计划，恁拢毋免惊。毋是我会当代替上帝，毋是我会当安排一切，只有独独上帝会当安排恁所有个一切。最后，圣经个结束是啥物？有讲到两摆，约瑟总共活几岁？110岁。强调两摆，约瑟活110岁，咱咧讲安尼嘛无解长岁命、长岁寿，因为若对比较伫旧约遐个活命人，伊较活110岁呾定。这个110岁到底啥物意思？伫当时个时代，伫墓牌顶面刻110岁，表示这个人是功德无限，
德高望重、受尊重的人，就给人称作这个人活一百十岁，约瑟不是活一百十岁。意思就是讲，像咱若以后伫咱的崇拜，还是伫咱个别时个时，会讲某某这个人吼活百二，伊敢真正百二？八十岁、九十岁就过往是无？咱咧讲这个人食百岁年老，这是一个讲一个人，伊的生命活了真水，伊的生命真完整，得到人敬畏，得到人尊重。伫这个所在，咱就看见讲这个约瑟。唔，那伫埃及受尊重，伫伊个家庭内面嘛受尊重，有这么水个信仰个表达，活出上帝意思。伫这个所在，人个尊严，伊可能会当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请你甲人个尊严献乎我。上帝甲伊真正尊严献乎约瑟，是用什么形意？予伊知影，伊是上帝个奴仆。予约瑟知影，伊爱赦免伊个兄哥，爱赦免伊个老爸，爱赦免侪侪人。所以，咱今仔日伫咱个生命内面，咱若要活出上帝意思，要真正去体验上帝意思，请咱家己保持你个心爱保持了真水。虽然有真侪挑战，有真侪苦难，伫咱个人生个内面，常常会拄着侪侪个得失，不要紧，咱家想最好个。来帮助因。最近，咱的教会为着要分小组，咱的中秋拢真尽职，拢会赶紧敲电话要联络咱伫迄个区域个内面的兄弟姊妹。我有听到有人来回应，讲牧师啊，咱的中秋吼敲电话，讲话真无礼貌。你问话太安尼问，太亲像咧问口经。啊！我来教会礼拜遐久啊，竟然唔知影我啥物人。无要紧，牧师有甲伊回信咧。牧师有甲只回友讲，无要紧，咱就是趁这个机会要培养咱的长子，互咱的长子会晓讲话，对头顶耳，无礼貌对头顶耳，无要紧。咱社会大学修课修了无够，无要紧。咱家看最好，为着要培养咱的同工。让他们日后能够做人的中间有礼貌的人，还真正有领导者的人，他们的确有他们的过程。所以我们用替他们祈祷好不好？我们用替他们安慰好不好？我们给他们鼓励，你不能受气，你不能受气，因为我们都是有尊严的人，牧师知道，总是我们就要好好来反省我们自己。所以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常常会受得失，咱要定心活出真正上帝意思的人，咱要将这个侪侪歹事，要安怎样该成就变成最好的事？唔忙过来的日子，咱会当看到这个好事不断伫咱的教会内面来产生。咱做来祈祷，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知影阮无好伫底。阮常常用歹的款待人，却佮家己讲，阮是不止袂歹的人。主，阮常常伫你的面前献阮家己的脆皮。阮要重新求上帝赦免阮，互阮重新活出一个诚实的人。当阮逐摆面对上帝时，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真正鞭策阮家己，伫讲话、伫待人接物的顶面，拢会当对上帝。培养阮的信仰的内面来得到成长，愿主祝福阮正大家，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